想说多是不是？干嘛不回？干嘛不回？我不回他害怕哎、欸，他刚讲，他一想说我怎么不回？又不是你胆子好小、喔。你刚刚说你的头可以低可以高可以歪嘛？可是我花零点一秒，就前面没听到零点一秒，我就知道你讲什么。然后他把那个关了，然后在等你，很像白痴。看一下镜头，假装被拍到。我的头谁？哈哈哈！刚刚还我钱，还我之前先打我，就是忍不住啊。Hello， 我是杨丞琳。这期的乐透彩的号码是困惑。我觉得困惑大概就是纠缠的年纪是在28到33岁这之中，而且最恐怖就是大概30岁上下。对我来说啦，因为我今年刚好34。然后我觉得我过去是活得很不困惑的那一型，就自己觉得说好多东西都好清楚，然后也不太需要遇到什么选择困难症，然后也就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但是我真的就是快到30岁，到甚至过了30岁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好像以前觉得很清楚的东西突然变得超模糊，然后对很多很多事情真的开始会有很多问号。然后这种困惑的感觉，我觉得好像直到我去年稍微比较好，而且我觉得好蛮多的，可是在这中间长达可能3-4年的时间，都是处于一种那种困惑，是会困惑到让你觉得然后那种烦是你很难用言语解释给别人，然后让人家替你去解答或是什么。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困惑的时候找一些有智慧的长者，我觉得蛮有效的。但是就是通常是那段时间听进去了很受用，可是那个困惑感还是会反扑过来，所以我只能说好像人生的阶段就是会经历这个困惑，然后好像有一种必须要自己去破关去挑战成功的那种感觉。坏人哈，哎，这个坏人真的是很有感觉啦，但我说嘛，其实对我来说，坏人就是不善良的人。我觉得很多人，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我觉得缺点不是坏，不是对或错。我觉得善良是基本的，但如果你心里存的是那种念头是有恶意的那种，我就会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比较会让我比较恐怖。然后或者是现在看到的很多社会的新闻事件这些，对，那种，所以觉得坏人，但在我心中就是我觉得如果放到最小的话，就是所谓的就是你的心思啦，就会动一些不好的脑筋，这种就是坏人。
黑色白色？黑色。木头金属？木头。中餐西餐？中餐。海边森林？可以开。海边啊，这不可以开，这也太多了。城市乡村？城市。手机钱包，手机。狗狗猫，狗。巧克力草莓，巧克力。或咖喱饭，牛肉面，牛肉面。毛衣，羽绒衣，毛衣。韩国烤肉，日本烧肉，日本烧肉。水煮蛋，荷包蛋。被发现我的拖鞋啊！水煮蛋，荷包，水煮蛋。冬天，夏天。冬天好了。双眼皮，单眼皮。双眼皮。吃饭，睡觉。吃饭。越南河粉，日本拉面。日本拉面。咖啡茶。茶，青春智慧，智慧，红酒香槟，红酒，按摩运动，哇，按摩运，按摩，小孩宠物，宠物，温柔抒情，开朗阳光，开朗阳光，大叔小鲜肉。大叔，没有异性缘，没写。没有异性缘。跑步瑜伽。厕所。跑步瑜伽，瑜伽。明士锅，部队锅。明士锅。嗨，今天是在曼谷的第一天，然后已经拍摄了三套衣服了。那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就已经有在官方的微博上面就是预告了我抵达一个七年没有抵达的城市，其实就是曼谷。然后我今天拍摄的时候，其实比想象中就是还要冷个100倍吧，因为应该说根本没有想过这里会冷，所以就也意外的看到了，就是今天一直搭乘的嘟嘟 taxi 司机先生也戴上了毛帽，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然后我的工作人员就可能有一些人在酗酒吧，因为他们桌上都有点酒，但是我自己没有喝，因为明天还要拍。今天的成品我应该非常的喜欢，但其实我现在是有点心不在焉的状态，因为这些满满的食物在等着我吃。大快朵颐，拜。我学习着在寻找的过程中重生，慢慢明白了
有取舍不是一件坏事。我问着我的心，要的是什么？原来最重要的是，心是不是被满足了？Keep walking, never stop.的认知，我是一个很果断的人，我是一个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可是我现在就是去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就一直有点，就好像感觉很多东西很模糊，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但我后来有比较好一点，是因为我发现那些30岁突然间很豁然开朗，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他们过去过了30年的糊涂。那我跟他们相反，我是一直好清楚，然后突然之间糊涂了。那我觉得这种糊涂反而也是可以让我放慢脚步，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好快。也不是说再也不勇敢不大胆，比方说我会跟公司说什么工作不要，什么钱不要赚。其实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冒险的行为。对，因为我一直以来这么习惯有工作上的安全感跟给家人经济上的安全感，可是我去这么做选择只因为我很想要弄清楚自己要什么，跟我想要多看些什么。可是现在我是一个比较灰色地带的人，就会变得比较更多未知，所以可能我之前的那种害怕来自于未知这件事情。 4, 3, 2, 1, 0。 我觉得可以继续的去认识每一个不同阶段的自己，然后不要害怕看到新的样子的自己。